三摆饮酒赛车去弄到一机会死人，造成一死一重伤，家破人亡。这个离境的事件引起社会各界一直真关心，讲这个酒驾林永文这是你话假，敢是？像前立委黄国昌就伫面前对政府的话讲，到底什么时阵会认真对这个酒驾宣战？这个名嘴朱学恒伊嘛话讲，政府今日无好这个酒醉的惯犯赛车惯犯死，明仔载。就会好你死，伊就会好你死。还有真侪网友直接去总统蔡文的面前发表看法，其实伫两年前都已经有修法过啊。总统蔡英文一透早落南和新竹市长林智坚共同参加清代半导体研究学院结拜典礼，并且有真侪网友留言，讲林小酒醉弄死人，直接死刑，这根本是挑工工台，这甲罚款吊销驾照根本都无感觉，直接抬价价高上紧。也有网友问总统，啥物时阵要针对林酒赛车受罚，民进党敢有想要替台湾做一寡代志？不过当时总统无回应。除了民众拢真生气，前立委黄国昌第一时间面找发文章，讲林小酒醉赛车的查甫人已经是第三摆，一摆酒测达阁高达1.24，想怎直直犯错，拢无想要悔改，嘛甲政府化为讲到底啥物时阵才要向林酒赛车宣战，并催促学生嘛发文章，认为即马就要赶紧来修法。法规本来我觉得都已经算是有吓阻效用了，中南部这种可能连红绿灯都不一定会遵守的地方了，如果不会被抓到，那当然就不当一回事。红灯是当参考用的，他只要没有车他就过，心态的问题嘛。在南部，我觉得政府应该在这上面多下一点功。为了公道，一天发四篇文章，总统蔡文的面册留言区，未少民众发表意见，阁有建议，就是希望总统会使注重饮酒赛车引起的社会问题，无希望卖吞论饮烧酒醉，上尾也干那变作是一句口号。